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弗。今天我来教大家各位怎么样下载《死亡之屋》血色黎明，还有怎么安装。我自己也是看别人的影片，不过我那个影片好像教的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我打算自己另外拍一部。OK， 那我载点已经附在下面了，就是一个是游戏载点，和一个是补丁，这两个很重要，请记得下载。OK， 我先打开那个游戏的主程式，游戏的主程式是这个，就是这个 HOTD 那个开头的，它就是死亡之屋的主程式。点这个要点击下载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补丁，补丁是这个 S 开头的，然后也一样按这个下载。那么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，所以我直接开到那个下载画面。这就是我的载点，这两个主程式是 H 开头，不要忘记哦。然后我就点开嘛 ，OK， 这两个答案。那我先建立一个资料夹，就是我要放那个放游戏的档案。然后我这边先就是新增一个资料夹，然后我看要打什么呢？我就打死亡之屋五代好了。OK， 那我就把那个就是档案，我就是压缩嘛。其实点两下就可以了。那因为我有一个是简体版的啊，这个不是重点，点开就对了。然后这个全部都要解压缩，然后就放到我刚才创立的死亡之屋五代的资料夹。太多东西了，找到了，点进去，然后立即解压缩。OK， 载完了，那我们先去看检查一下吧。你解压缩完之后，这边就会有这些档案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就解压缩另外一个，接下来解压缩这个 SCR 开头的档案，那一样。解压缩，然后到那个死亡之屋5的资料夹。这个解压缩很快就完成了。然后点开这边档案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那首先你要点开这个 CAR 开头，里面有个 APP， 把它复制，然后上页。然后在这边按贴上，然后这边全部都取代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，就是你要设定权限，因为我之前发现，就是你只要没有开权限的话，你大概都五分钟之后，那个 SCR 开头里面的档案就会从 APP 里面直接被拿掉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开。其实这个是我也是摸索乱操作，后来它就没有出现了。我不确定对不对啊，反正就试试看。那就是使用者就是自己嘛，共用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档案会被人拿掉了。我今天口齿好像不太好。OK， 啊，点击之后，啊，对了，记得要设定准星哦，因为我之前玩的时候，它那个准星是会飘的。那后来有一个叫做小狐狸的人教我怎么样，就是设定准星后就没问题了。那我先参考一下，首先要到那个 APP， 然后里面。一个 HOD 的档案，然后这边有个 Windows 开头的，然后这边，然后再点击那个下面这个 HODE， 你们最好画面放大会看比较清楚啊。然后这边有个 SEAVED， 然后再点进去 CON， 然后点这个 WIN 开头的，然后这边有个 GANE， 这个点开，然后注意哦。这里面有一个档案，是这边这个句子文字，你们注意看哦，我把它划线。这边原本是显示零，那你要把这个零改掉，改成数字一，这样子你等一下玩游戏的时候准星就不会跑掉了。OK， 完成后就直接储存，然后接下来就回到这里来。那要怎么进入游戏呢？只是点 APP， 然后全部都点第一个就可以了。然后，如果你前面有装那个 APP 的话，这边就会出现这个 JCON 开头这个像是操纵杆的图案。如果你没有装的话，这个是不会出现的。那首先这个也要设定一下。
那第一个先设定滑鼠，那这个要点，点好后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储存了，然后回来，然后这边要设定一下按键，这个 start 是开时键，那我就设定成 enter。然后这是投币键，我就设定成那个数字一。然后这边有个 screen， 然后这个是 sel， 这个是切换武器。那我把这个设定成空白键，然后这个我就设定成立键，这样就可以上下切换。然后剩下这个一，其实这个好像也不用设定，就是倒退键。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按就没有反应。然后设定完之后，你就直接按 OK。OK 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游戏吧。啊，对了，顺便提醒一下，因为它这个游戏的解析度预设是1920和1080。如果你开游戏的时候发现你那个游戏就是好像超出界或者是缩小了，那请记得到这边调整，因为我这边我这个萤幕是1920×1200的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调成1080就对了，不然你到时候玩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让游戏画面占满整个萤幕。OK， 那我们就回来开游戏吧。他一开始每次开游戏时只能让你投币投九次，那如果游戏重开的话，他上次的投币数还会存在，然后你还可以继续投币，因为不知道什么，他这个就是每次一开游戏，你投币都是有次数的，就是按到投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再投了。啊，我上次开游戏的时候是投九枚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增加到18枚，然后按那个 Enter。House of the Dead。然后再一样按 Enter 开始游戏，然后选择关卡，然后这边就可以让你选择武器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Gatling Gun、加特林和火筒 Rocket Launcher、Rocket Launcher。我稍微试玩一下就好，我不会玩太久，就是操作给你们看。然后这个是切换武器，就是可以主武器和另外两把武器，但是子弹消耗其实还蛮快的。这边我就直接跳过了，先试玩给你们看。然后这是准心，如果你没有调的话，它那个枪的弹道不会对准准心哦。爆头爆头，人是无敌的。Things never work out for the clingy types。OK， 我大概就到这边了。那至于怎么退出游戏，我个人的方法就是 ALT 加 F4， 然后就没了。好了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教学还不错的话，那就帮我影片点个喜欢加订阅，还有广告多看10秒。我最近蛮穷的。好啦，那就感谢各位的收看。那我们先这样子吧，拜拜。